我可以把我这边蓝本分你一点啊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拿去一半，你任务还没破完，没解锁啊，没关系啦，反正我要直捣黄龙，直接破关了，不管了。等我电脑新电脑来呗，好哦，可以发泄游戏，而且这个好像还有多人连线模式，可以玩得很爽就是了。看到后面有什么？感觉就是要头目战的感觉。看这边背头一大堆装备给你捡，哇，好多哦！这是不是就是准备备战呢？哎，我的那个骷髅头没了，哎，那骷髅头没就算了。又是心脏献祭，啊，这么近，果粉给我一半是怎样？你的粉丝要哭了，啊，男粉，干我眼睛脱窗，看成果粉，我想说果粉是什么东西嘞？苹果的粉丝，哦，老头你要卖掉我吗？啊，没有啦，随便讲讲好不好？青菜公公哎，你买青菜行啊你？果粉站起来啊！果粉站起来，又是幽灵，这跟女粉有什么差别？颜色只是稍微比较不灵不灵而已吗？喂，要死了！哇，他这个后面这个 BGM 放的也太热血了吧！一整个就是标榜要让你爽的一个概念啊！来，下一张图。不是有个地方有机器人升级装备没有拿、啊，我找不到啊，我就懒得去拿了。啊，没关系啦，有没有把游戏玩完才是重点。当然是能拿我就尽量拿啊，啊，没拿到的我就算了。说真的，哇，很会闪哦。飞成这样也可以啊！哇！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处啊？
加速啦。金窟窿。一二仓的那个我忘记我有没有捡了、欸。果粉让我想到大陆的发音。果粉。为什么苹果的粉丝不是也叫果粉吗？这跟大陆发音有关系啊。哪里过来？我大概十点观台哦，差不多了吧？哦，快要了，快要了。不过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把进度推到，我不知道这是快要破了还是怎样哎、欸。我想说，如果快破，就一次把它玩到底算了，好不好？就不要浪费下一次直播的时间了。说真的。就不浪费下一次直播的时间了。Oh my god！ 哇，原来是你在打我啊！难怪痛得要死啊！干，我要换了。按错不是在干，不要乱来啊！是这个我要换。秒掉。没有恶魔了吗？哦，有有，又来又来。点到头是直接就可以处决啦，他妈超爽的好不好？但是他瞄人准就是了。看我吃到四倍伤害。没了，还是会有再下一波？好，没了没了。我靠，我有12点欸，我怎么玩的？超强！捡这个能学就把它学一学，超爽的。明天七点。今天是礼拜四嘛，对，明天礼拜五也有。老头，你在国中的时候有被记小过吗？国中的时候记小过对我来讲算是小事一桩。欸，不是，应该是不是这样讲，对我来讲是家常便饭。但是他们还是会让你消过啦，没有到严重说直接给你国中退学啊。哦，家常便饭你知道吗？啊，不过我也没做什么啊，就只是翘课而已啊，然后就被记过了。因为国中说到你要被退学，其实有点难欸，你只要不要做太过分都还好啊。对啊，你不要做太过分，其实都无所谓啊。你国中你要被记过，然后要被退学。我觉得有难度啊，还敢混啊，老头！呵呵，年轻嘛。欸，这什么？我靠！我把转开。哦，原来要转两边。死给！再一个。一开罐，中间什么东西要下来了吗？
齿轮正在转动当中。我靠！啊！看到你我又怕了，真的是。烦人的家伙啊！看他是牺牲召唤是不是啊？怎么感觉他召唤出一只更大只来的这样子？哇！我好像是要等什么东西被转下来，是不是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哪边有什么动静啊？哪里啊？到底是哪里门开了，又或者是哪里怎么样的？看不出来。国中是警告，高中才小过。安安你好，581229。国中我是每天都迟到，一年365天有200天都是迟到。我也是通常早自习不去啊，都到了8点多才到学校，因为我都赖床，然后觉得人生活着没什么意义，暗淡无光的人生。哎，原来在这里哦。哇！哇！等等，这个也太刺激了吧！我看吓死人了，说来就来，不管你受不受得了，哎，我都快受不了了。我是在校长的汽车油箱里面倒可乐进去，你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没有你那么过分欸，我顶多就是在唱三民主义的时候这边乱动而已啊。我记得有那国中的时候，好像还是就是有时候会升旗典礼啊，然后之后会有那种唱国歌嘛，然后你唱国歌那个时候不是大家都要立正站好不能动吗？然后我们唱国歌的时候，干我就在那边。故意在那边扭来扭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被校长抓去骂，那野小英啊，有没有？然后不然就是值日生打扫不用去升旗典礼嘛。然后呢，我就很懒得去站着不动这样子。然后校长，我就在那边，因为值日生也要扫地，早自习扫地。然后校长，哎，我应该说值日生就是早上早自习扫地，然后不用去集合，也不用站在那边升旗。然后我就很懒得，因为他们都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站着不动嘛，因为升旗典礼嘛，就是那个找什么什么唱什么歌，三民注意勿当所中，哦，啊我就不想啊，我就反正也没人看到，我就在那边扫啊，就好死不死校长从二楼走上来，看到我，哦从一楼走上来看到我，你在干什么东西？你在干什么东西？然后他就追着我跑，然后我就跑给他追。然后就后来啊，我以为我已经成功逃过校长的魔掌了，结果老师一上来之后，我就被骂爆了。你为什么在升旗的时候给我乱动？你为什么？我说啊，没有啊，就扫地啊，扫地也不能乱动啊。好啊，那就好，默默的就被骂了，呵呵，算了，就给他骂。好啦，随便学。希望下次直播神奇宝贝啊，也不是说不能播啊，只是直播神奇宝贝的话就看我抓色尾吧。你就可能看我抓色尾了，要不然神奇宝贝其实也没什么了，玩到后面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一二，
送你们一发，舒服多了。居然还有没死掉的，厉害！结束。他自己不是也在走？对啊，就校长看到我也在追我啊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只差我没有跟校长顶嘴而已啊！你为什么升旗的时候那么乱动？你也不是一样，还敢说？嘿嘿嘿嘿。笑死！哇，又是你们，我超讨厌你们的。谁啊？那么远，那边射我！我靠！我靠！是谁在这么远的距离敲我？是你是不是？他妈真的有痛到！你看不到敌人。宝可梦等于聊天台。我是都睡到7:45左右，然后15分到学校，一节课开始，然后直接睡到中午吃饭。哦，我也是差不多啦，我也是差不多这样子啦。啊！痛！卡地狗鬼师小火马，然后又要变聊天台了，有没有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如果你们想看，我是无所谓啦。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哎呦，平均3小时一只射尾，这个很可以。我看今天有没有办法破啦，这款游戏今天有办法破的话，我们明天就开宝可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总觉得这个，依照现在的这个进度来看，我们找到魔锅应该就可以把恶魔的洞口给堵住了吧？哇！要求不一。然后感谢追随，谢谢。想到关台那一刻遇到社尾的，我笑死。你是说大岩蛇，还是呆呆兽啊？呆呆兽那个实在是太屌了，就已经只剩1分钟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想说哦。应该真的没办法，就一走进去，奇怪，这个颜色怎么这么闪耀，是怎样？然后一进去看，靠背真的是色尾，哇，我的天哪 ，amazing， 真是太酷炫了，我说。实在是太炫啦！炫炮啊！还不开门啊！记录点，给这么多物资，不用想了。
你知道准备要进入什么了吧？头目战是不是？希望是啊，好吧，终结这款游戏吧。摸摸摸，哦，被传到哪了？原谅战队需要更多千年杀。迪卡丘设为是金色的哦，哦，这该不会是恶魔界的紫禁之巅吧？哇塞，这家伙是怎样？哎呀，寄生虫跑到里面去了，附身合体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Oh my god！ 呜呼！怎么打？哥，怎么打？呜呼！他攻击的瞬间才可以做输出啊！哦，懂了。靠背的怎么用啊？我靠，他敲一下，我的护甲不见了！哈哈哈哈哈！靠腰，大大，哦哦，生气呢？这么生气干嘛？二断掉可以闪那一招啊！哇，靠近攻击好痛！行哦，行哦。嫩，轰！哇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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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！奥利夸！新招式！哦哦哦哦哦！哇炫呢、欸！寂寞可以寂寞的炫炮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哇！哦，哪来的？该死吧！死掉了！哇，赢了！地狱卫兵，哇，还来啊？你要几个啊？靠呗！作弊啊！别玩了，各位，这到底要怎么玩？这不对吧？只好先找一只下手啦。哦，可以啊。为什么每次 BOSS 战都要两条命啊？我怎么会是大烟蛇啊？没有啦，那个你是呆呆兽啦，你不是大烟蛇。天啊，我觉得我还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欸。这边就这两只不知道要打多久啊。不过还好啦，从这边开始。
欸，为什么打他会喷那个啊？为什么？难道有什么弱点之类的吗？打他们的背部啊 ？What the hell？这么佛心哦，把他打到倒地会给补血的。先解决一只，直接把他给抓爆了，剩一只，啊你就别躲了，你也得死，还躲啊波比，唰，哇，哦，哇，哇，好爽。哇，好爽快哦！就这个，这就是我们要的蘑菇吗？松快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哦，这个找到了蘑菇。我要终结地狱了，各位。怎样？仙人吗？祖先向我们致敬。先前来挑战的那些人，全部向我致敬了。你成功了，勇者。